在处理食物，他在洞里面处理食物。你看，他一般会到附近处理食物完，才带去给他小朋友吃。对。出来，今天两姐妹都不想出门，我就自己去看游童吧。本来想去看游童花的，这是脚下用手拿。回家了，难怪两姐妹不出门，下雨了，练身体。麻烦赶紧出去哈，既然下雨了。今天早上来拍游隼下雨，下一点雨就回家了。防疫开放50%，今天有大炮。谁？有没有快照？追过去。那又飞走了。这还蛮幸运的，一来就飞出来。哦，真幸运。哦，又飞走。虽然骗人节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爱大分享。哦、oh.